性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质。咁咧恩典咧就系佢为我哋做乜？即系譬如世上有人佢好聪明啊，但系咧佢可能咧佢好聪明，不过佢咧就被聪明累，佢唔系帮人，佢反而佢嘅聪明咧系害到人都未定嘅。咁诶或者有个人好有钱，但系佢未必有钱帮人嘅，佢未必有呢个恩典嘅。但系神咧佢好富有，但系佢就好想帮人嘅，佢尽量揾机会帮人嘅。咁佢咧又好聪明，但系佢聪明咧系总系祝福人嘅，就唔系夸耀嘅。咁呢个就系佢个本性啊！咁点解我哋想揾本性呢？当我哋明白原来神系一个咁慈爱、咁接纳我哋、咁关心我哋、咁睇重我哋嘅神咧嘅时候，我哋更加会容易俾佢改变同埋吸引啦。亦都睇到佢哇，有咁多恩典，于是我哋嘅人就更加开心啦。咁所以喺咩经文都试下谂下佢有啲咩本性，同埋咧佢有啲咩恩典。咁又应用啦，我哋点样得到呢个恩典呢？我哋点样可以处理自己有嘅问题呢？咁样即係神俾恩典啦，但我哋点样去得到呢？嗱，有人可以係喺个发电厂嘅隔离住，但係冇电都得㗎喎，因为佢冇电线驳去㗎嘛。即係有电唔代表佢有啊，或者隔离水塘，但係佢冇俾钱买有水，咁佢冇水喉，冇水去佢屋企都未定㗎喎。咁我哋可以有神好多恩典，但係收唔到嘅。咁嘅时候呢即係冇用嘅。咁我哋点样得到呢个恩典，同埋点样处理自己嘅问题，等我哋唔好拦咗神嘅工作呢？咁好啦，咁我哋今次以赛亚书内一章一至三节讲到医好伤心嘅人。咁我顺便喺呢度呢俾大家睇一张 slide。咁呢其实呢张 slide 係即係唔係一个好完整嘅图画嚟嘅，事实上有更多嘅图画，不过呢个只係其中一张嘅啫。呢度讲到2017至2021年四年嘅时间，喺英国嗰啲少年同埋儿童嘅心理病嘅数目啊，系由你睇到大家睇到咧20,000宗，至到最高嗰时去到70,000宗，咁咧系真系好严重啊！咁我有亦都睇另一个影片咧，系有讲到咩咧？佢话咧呢个世界喺大约即系1980年代啦嘅时候咧。是5000个小朋友有一个有自闭症，但是现在是几十个有一个，那个增加是很恐怖，而且除了自闭症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精神问题啊，情绪问题啊，也都身体的问题啊，那些糖尿病啊，胆固醇啊，那些癌症啊，都一路加增，那他有很多研究呢就显示呢，就是因为人用那些药啊，那些农药啦，嗰啲化学肥料啦，同埋好多嗰啲抗生素啦，呢啲啊全部走晒落嗰啲水嗰度，即系好多时喷嗰啲农药咧，嗰啲嘢走晒落水嗰度，咁啊走去个海度，成个世界循环啊，咁呢啲咧系对人造成好大嘅伤害，咁所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发觉好难处理情绪嘅。就算一个好正常，即系平时咧，好似一个算系开心嘅人，都发觉啲情绪不断去搅扰自己。即系呢个世代系一个困难嘅世代。一方面咧，就系因为个环境变差，嗰啲食物变差，因为食物里面都含有好多唔好嘅嘢，系真系好多种不同唔好嘅嘢喺度，并且佢哋一定会每次都落啲农药啊，摆嗰个啲生果，你买嗰啲都会有嘅，等佢唔好腐烂嘅，即系都会有嘅。所以咧。我哋系需要小心，但依然咧食呢啲嘢咧都好过食煮啊，即系唔系食嗰啲处理过食物啦。即系话喺超级市场买嗰啲一盒盒嗰啲食物咧，处理过咧个问题仲更加大。咁所以近代好多人咧个情绪都系好受影响啊。咁当我哋明白呢啲嘢嘅时候，即系我哋呢个资料都可以同嗰个人，譬如查经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噶。咁我其实我可以。再搜尋多啲更多呢啲嘅統計，俾大家知道呢啲情況嘅嚴重性，等我哋知道呢個世代咩世代。咁我更加令到我覺得咧，真係我哋作為基督徒係需要保守自己，唔受呢啲情緒嘅影響啊，係堅持我倚靠耶穌有平安喜樂，唔受任何嘅負面嘅情緒影響嘅。好，咁我哋讀一讀個經文嚇，以賽亞書內一章一節開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经文呢，就我现在呢就是解释了先，一会我就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会一个大圈这样我们一起讨论。那么这里讲到呢，就是神的灵呢在我身上，圣灵降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他高抹我。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高抹呢有什么人是会受高抹呢？就是王啦、祭司啦、先知啦，即是他们呢就叫做尼赛亚。尼赛亚意思呢就是受高者。尼赛亚这个字在新约呢就是基督 Christ， 就是受高者，这解的。即是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就是受高者啦，就讲到呢，在即是这里讲到呢，就是神的高抹，就是圣灵的高抹，是神的灵降在我身上。这个高抹呢跟他们那个高油的高抹是不同的，他们用高油的高抹，但同时都有圣灵的高抹的。那这里更加强调就是说呢，神用他的圣灵来高抹我们，祝福我们，并且差遣我们出去，这里叫我们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那这里呢就是说呢，是差遣我们出去的。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旧约的大使命啊，即神有这个恩典啊，就差遣我们出去，将这个恩典传开给人，就传这个好信息，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神的祝福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呢，就不意思就是说谦卑的人就收到了，其实神想人都有的，不过谦卑的人就会收到这个恩典了。然后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那这里又给我们看到，即不是只是传道，是医治人的心灵，神想人得医治。但的而且确以前那些人呢，心灵的问题是没有现在那么严重，现在的心灵的问题是比以前呢是严重很多，更加需要这个医好伤心的人了。还有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里讲到就是各样的捆锁，无论是情绪啊、家庭问题啊、婚姻问题啊、赌博啊、或者是上瘾啊、任何的瘾啊，这些神呢都可以释放的。曾经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吸毒的人呢去祈祷啊，我祈祷到他跟我讲，哇，你祈祷仲舒服我吸毒他吸毒的时候呢是很舒服啊，但他说你跟我祈祷仲舒服过吸毒，因为呢神的灵的同在令到他很舒服，他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神施恩的年的时日，在旧约有禧年，五十年有一年呢，就是呢那些奴隶可以呢即离开他的主人家，回到他自己家，那些物业也可以呢可以拿回的，在那个时候。那么就是说神的施恩的时候，这个就是神与祝福的时候，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报仇日子就是指到神是会施行审判了，神会将恩典赐给信靠他的人、遵从他的人，也都会惩罚那些不听他话的人，会拦阻那些不听他话的人，又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神会安慰我们，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轻松，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因为呢悲哀的人呢通常好像在灰尘之中呢是很凄凉的，是很即好像衣服烂晒在个灰尘之中，但神呢就会将华冠一个华丽的冠冕赐给他，就喜乐又代替悲哀，他可以时时开心。这个是神很特别的，就是神是一个开心的神，所以我们呢在今生在来生都可以开心快活的。咁我试过为人祈祷，真系咧即时喜乐嘅系好多好多咁嘅情况啊！喺网上都有嘅。有一个人咧，我喺宣教嗰时有个影片咧，大家上网揾，即系我因为我户口系叶牧师啊嘛，另一个户口咧就系 YE7535 咧 ，YE753 耶就系叶啊嘛，7535咧就系普通话嘅影片嚟嘅。咁其中有一个人咧祈祷咧就喊啦，跟住又笑啦。喊到好紧要就笑啦，笑到好紧要又喊啦。咁后来咧，佢就话佢话咧，即系又喜乐啦，神俾佢喜乐啦。然后咧，佢又
喺个喜乐之中，佢又感受到自己嘅罪喎，咁佢又悔改咯，或者佢感受神嘅爱，佢又喺度喊咯，跟住咧又喊又好喜乐，重复咗好几次嘅，即系呢个即系神嗰个好强烈嘅恩膏喺佢身上啊！咁呢个就系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依代替忧伤之灵。本来佢系忧伤嘅，但系神咧而家俾佢有能够有赞美神，有种赞美神而嚟嘅喜乐。同埋咧，使他们称为公义树，系耶和华所栽嘅，叫佢得荣耀，就系、是、好似一棵荣耀嘅树，系显出神嘅公义嘅，系神所栽嘅，叫神得到荣耀。咁呢度即系讲到整个人全人嘅祝福啊！呢、这个经文讲到全人嘅祝福，首先有好信息啦，然后咧能够医好佢嘅伤心啦，一切捆绑得释放啦，亦都系蒙福嘅时日啦，神亦都伸冤啦，安慰佢嘅心啦。是有平安喜乐，有力量，有公义。咁这个经文咧系讲咗好多各方面嘅祝福嘅。咁所以对于人都系一个好好嘅经文，亦都系传福音系好好嘅。即系你同佢查呢个经文，亦都可以分享有啲基督徒点样经历神嘅祝福，自己点样经历。咁你想唔想经历神嘅祝福咧？这个经文系一个即系好埋身啊，去祝福佢嘅一个经文嘅。咁我以前喺未曾经历圣灵充满之前咧，当人有啲困难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系好识得点样帮佢嘅，唔识得点样帮佢有喜乐啊，点样开心，点样啊，点样能够有力啊，得医治啊。当时嚟讲，我系觉得好难。但系咧，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咧，我就发觉自己可以经历，人哋可以经历。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文，我哋可以帮助人嘅。好，咁我哋有啲问题咧，可以其中一啲可以问嘅问题啊。嗱，一阵间我就会带领，然后跟住俾大家操练嘅。第一就是你有没有留意周围的人有忧伤啊、悲哀啊、低沉的人呢，他们的表现是怎样呢？那这件事当然我们就是去、给他反思一下，你周围有识得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有的。第二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些呢，或者紧张啊，即是不要讲到第一讲就不要讲到那些精神问题那些，紧张不开心，睡不着觉，容易苦恼，容易发怒，心情低落，睡眠有问题，或者觉得不及得人。如果多时很多时都有问题，可能有情绪的问题，你想不想脱离这些问题呢？第三，你有没有试过用不同方法帮自己呢，或者人家的情绪呢？有没有试过用什么方法？你能不能够有效管理你的情绪呢？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是很难管理到他的情绪， 他知道有情绪问题，但好像觉得是不可能。亦都好多人信嘅大话系乜嘢咧？情绪就系好难搞嘅，即系人就有情绪噶啦，就觉得系必然嘅。但系其实我哋系可以管理嘅，同埋耶稣系可以医治嘅。被掳得释放，被囚出监牢，咩意思咧？即系出啲乜嘢监牢咧？咁样啊，离开啲咩监牢咧？咩捆锁咧？咁你想唔想喜乐啊？天堂系充满喜乐嘅，你觉得如果有天堂，天堂系咪会好开心咧？佢神同埋能够将喜乐赐俾我哋咧，令到人咧悲哀嘅人都得到喜乐咧咁。第六啦，经文话神能够医好伤心嘅人，释放被捆绑嘅人，安慰一切悲哀嘅人，同埋赐人喜乐。咁你想唔想得到呢啲恩典咧？想唔想医好你嘅伤心，个心灵真系得到安慰啊？被释放有安有啊有喜乐，你想唔想成个人心灵被医治咧？第七，你觉得人医治人的心灵和神医治人的心灵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说人医好一个人和神医好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呢？第八呢，就是你想不想经历神医治你的心灵呢？你知道知不知道怎样可以得到神的医治？怎样方法呢？那下面就是一个可以的答案了。当我们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赦免我们的罪，信靠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我们就会成为神的儿女了。当我们亲近神和爱神，同埋相信神喜悦我们，我们真心亲近祂，我们就可以用恩典的祷告、敬拜的祷告、互动的祷告，就会越来越经历神的医治了。即是第一，信耶稣，悔改信耶稣。第二，成日数算神的恩典，就是恩典的祷告了。数算，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讲给你听的，是慢慢解释。但是意思就是亲近神，神真的可以来到我们身上，我们真的经历到神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多些去宣讲神的恩典的祷告，还有就是敬拜的祷告，我们感谢神，多谢神，
然后咧互动嘅祈祷，一路祈祷嗰时咧，啊，深信神一定祝福我哋。当我哋咁样祈祷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经历到神嘅平安喜乐嘅。咁你想唔想一齐咁样祈祷咧？咁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可以用嘅问题。咁可能仲有，即系仲可以有好多其他嘅。咁嗱，呢一阵咧，我就会带大家啦。好，咁咧我就问下大家啦，你喺你认识嘅人中，有冇有啲人你识得嘅又唔开心啊、烦恼啊、激气怒嘈啊、紧张啊、好大压力啊？大家有冇见到啲咁嘅朋友啊？自己本身都系。影響你都好大，係啊，係好大嘅。啲嘢控制唔到自己嗰個緊張同嗰個不安情緒，嗰種係真係一種壓力。一種壓力，壓力係瞓唔到。OK。好彩我仲係有啲胃口食，即係好彩食到嘢，嗰種嘅抵抗力好強啲，即係冇咁謝啊，冇咁容易攰啊謝。唔知咪嗰種我因為我睇醫生，醫生話話你好犀利。啲令到自己咧唔係唔適應到，咁老公又唔理，啲成日喺我自己身上咧，真係自己搞到啲，即係成日話我自己唔傻已經算好嘅，都仲係。咁我聽到你真係聽到你好辛苦嘅情況。係啊係啊。好啦，嗱，如果我哋喺領查經嘅時候咧，發覺有一個人咧，唔緊要佢揸住。譬如有一個人發覺佢咧係即係真係嗰個經文所講係好啱佢嘅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引做入手啦。即係其他人就可以當然其他人都可以回應嘅。咁但係佢有呢個情況咧，我哋就可以喺呢個過程中去俾佢即係應用喺佢身上啦。咁樣咁我問下你啦，嗱，呢其實有好多咧，可能當一個人講佢情況時候，我哋講嘅嘢咧，可能有好多都係會係。跟他的生活有關的，這樣有沒有影響你睡覺啊、胃口啊？都有啊，有時候睡覺，好睡覺的時候真的不安嘛，睡不著，但是吃東西那裡呢都是不是說都好要變，都即是我跟自己說，如果你自己再不吃的你就睡不著，那更加就散了，都是自己會跟自己說，咁所以自己都要盡食咯，都係要食咯，食咧咁見到嗰個人咧會精神啲，又會又撐得起咯，係。Okay. 即係本身你都唔係好想食，不過你為咗自己要食，係啦係啦，係啊係啊。咁、都係都其實喺壓力之中生活啦。係啊係啊，真係壓力，係係真係喺壓力下生活嘅，係啊係。OK， 咁真係咧喺咁嘅情況生活，真係係一個困難嘅情況啊，即係會。會啊！你曾經試過會有啲咩意念走出嚟啊？以前未信主嘅咧，自己我曾經真係試過咧，好唔開心咧，係同啲仔女一齊係抵決嘅。即係自己曾經係試過壓力咧，壓力到咧，哎呀，好做人即係未信主啊，好做人好辛苦啊，都唔想做。真係有諗過一個念頭咧，係解決嘅，即係同啲仔女一齊解決喎。因為我自己話我走咗，我又，哎呀，我抌低佢哋點有冇人理咁點咧咁？我係有諗過呢個，即係諗過一次，跟住我就同自己講，又嗰時未信主，我又好似有啲理性喎，哇！都自己又好似好，都其實你話唔顧咁，你自己做唔到，又拖累你哋。後屘我又。有時諗一下啲嘢，咁同個老公嘈下個老公，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啊，全世界係最
最唔好係你最困艱難啊，最咩啊？最慘。最慘係啦，最慘係你先得嘅，全世界最慘，你覺得自己係最慘一個嘅。佢咁，佢哋點一句説話嚟影響到我？咁我話咁又係咯，咁跟所以我哋打少咗個念頭，地步啊。咁所以你都被點醒都係好過。係啊係啊。有啲人冇被點醒嘅喎，咁都係好嘅。咁嗱，如果喺個領查經嘅時候咧，因為我一方面我有領啦，就另一方面我都會解釋嘅。咁我哋都可以問下其他人嘅。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就唔問咁多啦。即係因為咧，即係我哋想嘅時間拖得太長啦。咁咧就當你嗱，譬如話大家喺度講嘅時候，可能有啲人其他人回應，我哋都可以回應。不過我哋都要跟住個經文去噶嘛。好啦，咁你想唔想得到醫治啊？想啊！你想啊！我成日都係，我成日都渴望自己會釋放自己嗰啲情緒同埋以前嗰啲垃圾咧，即係好多嘢咧，好似嗰啲箭啊、嗰啲毒箭啊，我自己插咗好多喎。但係我曾經都揾過你嚟掹金啲嘅，已經係掹金多少，但係都係掹唔細，即係仲係有啲，仲係覺得嘅心都係有咯，都唔。即係你教導嗰啲方法，自己又會嘗試下。但係有時咧，親近神嗰時就有一種喜樂，一唔親近咧就係冇啦。即係嗰啲喜樂啊，冇啊，係有啲平安都冇曬。OK， 咁咧就好啦。咁咧，我聽到你嘅情況。嗱，我聽到你嘅情況咧，即係你係想嘅，想得到幫助嘅，咁又非常好。咁我哋睇一睇呢個經文先，好唔好？我哋都係帶翻佢翻經文先，因為我哋唔係淨係輔導嘛，我哋用個經文啦。咁呢度講到咧，就係主耶和華嘅靈喺我身上喎，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呢度講到咧，神嘅靈咧可以嚟到人嘅身上喎，即係聖靈啊嚟到我哋身上咧。咁咧就呢樣嘢咧係好多人經歷過。而呢個後面咧就講到佢會醫好傷心嘅，真係好多人咧經歷過神嘅靈嘅安慰啊、醫治啊，就你想唔想神嘅靈嚟到你身上去醫治你、安慰你啊？係，咁非常好啦，就係神嘅靈，你歡迎佢咧，信靠佢，佢真係會嚟醫治我哋嘅。咁呢度講到咧就差遣我醫好傷心嘅嗱，其實你要討論可以大家一齊討論嘅。咁咧神就差遣我首先去將好消息傳好消息俾謙卑嘅人咁咧好消息譬如普通人咩叫好消息咧普通人嚟講啊，普通人啊，中六合彩，中六合彩，有啲人就認為中六合彩啊，或者係家庭美滿啦、賺錢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啲事都要過去嘅喎。咁喺神裏面嗰個好消息係乜嘢咧？大家都可以講嘅，平安喜樂。係啊，有平安喜樂可以醫治我哋嘅心靈啦，神可以釋放我哋嘅重擔啦，可以咧，同埋咧就拯救我哋嘅靈魂，可以得到永生喎。即係神唔單止令到我平安輕省，佢仲將永生賜俾我哋嘅。咁又跟住咧就醫好傷心嘅人啦，就係話咧你所講嘅傷心嘅人咧，神真係會醫好嘅。咁咧就咁有啲人就話係咪真啊咁樣？咁其實好多人都有經歷過，我自己都有經歷過。咁我哋可以講呢個經文嘅時候解釋真係佢真係醫治喎，唔係一個好似假象啊，係真係醫治嘅。譬如咁我自己嚟講，我分享嗱，其實你哋自己一間分組亦都可以分享嘅。咁我自己咧就係受壓力嘅，受壓力咧以至會驚啊！我又唔係去到一個好即係好似嗰啲人乜都驚啊嗰種，而係咧個心硬係覺得一種壓住嘅感覺，頂住唔舒服嘅感覺，都有好長嘅時間係咁樣嘅。而我做咗牧師之後喎，因為人嘅壓力喎，咁但係咧神一步步醫我啊，咁啊真係神係可以醫治嘅。就首先就係神嘅同在會醫治啦，親近神會醫治啦。咁第二咧就係我哋處理內心啊，即係唔食垃圾嚟嘅，因為好緊要就係唔好食垃圾，因為垃圾就會令到人傷心嘅。你會諗到啲咩垃圾咧？人咧受落好多人嘅傷害咧，就跟住自己受傷害。大家有冇諗到一啲乜嘢垃圾係人容易會食咗㗎？
即係佢話你，即係你對你呀做得唔好啊，佢就話你唔識得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嗰啲亂對人根本就係垃圾收收埋埋。係啦係啦，即係啲批評嘅，不如你揸麥嚟睇住佢。你如果邊個就講就講。OK， 好啦。咁咧即係話啲批評啊、論斷啊，都會令到我哋心裏面咧受傷害嘅。咁但有啲人咧就會食嗰啲垃圾喎，係啦，成日反覆去諗住啦。咁但係我哋俾耶穌去醫我哋咧，神係真係可以一步步醫好傷心嘅人嘅。咁咧有啲人咧係曾經係食精神科嘅藥嘅，我識得有啲人咧，佢哋信靠神咧真係好翻喎。有啲醫生話你永遠你食翻係永遠都唔可以停嘅，但係真係我哋知道有基督徒咧，佢哋親近神又處理生命咧，跟住咧佢哋係完全唔需要食嘅。即係我有識得咁樣嘅基督徒同我講到分享呢樣嘢嘅。好啦，咁跟住咧就講到咧就係報告被老嘅得釋放喎。嗱，通常嚟講咩叫被老啊？俾人拉咗。係啦，俾人拉咗，俾人捉咗，係咪啊？捉咗咧，通常放喺邊度啊？咁叫地牢啊，係啦，放喺監牢裡面啦。咁有啲咩監牢咧？有啲咩監牢？普通人會俾人哋捉咗啊，入咗去喺個監牢裡面咧？犯咗事，柬埔寨，柬埔寨呢個咧就係啲人嘅暴力啊、政治嘅問題啦，嗰啲啊捉去坐監啦。咁咧就除咗之外，在日常生活有些什麼情況是會將人的生命捆鎖住的呢？捆綁住的，仇苦啊，苦毒那些。是的，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那些仇苦的人呢，他差不多次次說話都是仇苦的，很少呢、很開心啊，很開心啊，即或者他突然間他賺了很多錢啊，他忽然間會開心啊，但是過了幾天他有煩惱了，就會話：哎呀，我都唔知做唔做得掂嗰份工，譬如而家請咗佢有份工，好開心喎。但係一陣間佢就會話：我都唔知做唔做到咧，唔知會俾人拆又好快佢就會脱離咗嗰個開心嘅。好似仇苦成為一種捆鎖啊！大家有冇留意呢樣嘢啊？即係有啲人咧，好似俾啲仇苦咧捆鎖住，差唔多佢講出乜嘢嘢咧？我認識有啲人咧，佢講出乜嘢同我講出都係唔開心喎。我是沒有聽到開心的東西的，大家有沒有留意有這個情況啊？真的好像捆鎖那樣，一個鎖住啊。但是一個問題，這裡聖經說什麼啊？被掳的怎樣得釋放，即是神真的可以將人釋放出來，即是說可以脫離這些捆鎖。那有些人當然說啦，哇，我的家庭問題怎樣釋放啊？我的人際問題怎樣釋放啊？我啲唔開心點樣釋放啊？咁樣日日都鎖住喎。大家諗下，你估呢個神可以點樣幫我哋去得釋放呢？唔同方法咯，有時讀聖經啦，有時人哋為你祈禱啦，或者自己祈禱啊咁樣。係啦，即係我哋可以讀聖經啊、祈禱啊。咁同埋咧，神會做一樣嘢好特別嘅。很多人都會有經歷喎，讚美神咧，係會裡面開心出嚟喎。嗱，呢個係一個醫治嘅方法，讚美神，感謝神。咁我問下你，你有冇試過讚美神嗰陣時覺得開心啲啊？有啊，我翻去我哋翻教會咧，尤其是翻去嗰啲誒唱歌，即係讚美神嗰啲咧，對我感覺自己真係好開心，同埋又嗰種唔係開心感咁簡單，係一個。好有平安，即係佢係個心係好平靜，好平靜。好，感謝主，即係原來真係親近神係可以嘅喎。所以咧，呢個方法係會持續幫你嘅。嗱，咁我講我自己講到話曾經係驚啊，我真係就即刻讚美神喎。我哋呢部神你一定幫我嘅，咁我心真係平安輕鬆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可以神咧釋放我哋脱離啲捆鎖。咁亦都咧，同時聖經嘅教導幫助我哋信念啊，我哋嘅信心，相信神會祝福咧，即係相信我唔需要食呢啲垃圾，我相信咧神會幫我嘅，咁我哋真係可以脱離。咁當時嚟講咧，咁
我就點樣樣咧？我就係話咧，因為嗰啲人嘅批評，我就話其實我都好努力。聖經話咧，我哋就算俾一杯涼水一個小子都不能跟上次，所以其實神都歡喜我做嘅嘢喎。所以咧，佢唔歡喜唔代表神歡喜喎。咁我就用聖經安慰自己啦。其實神歡喜嘅，不過人咧總係會批評，所以我唔需要受呢樣嘢捆鎖。我就相信即係個信念啦，唔係單係親近神喎，我嘅信念去改變啦。嗱，呢個信念嘅改變係好大嘅幫助㗎，可以釋放我哋嘅。大家有冇試過你嘅信念改變，跟住幫助你嘅人輕鬆咗啊？可以。是即係我嗰時走棋咧，走棋咧，我即係教會裏邊咧，同嗰啲做咗啲嘢，即係好多。但係佢成都即係慢慢啲，我自己都好大壓力，即係唔開心啊，鬱住。跟住我經過一排，即係你一個夜晚咧，好急咧，同埋嗰啲嗰個都心靈都懷疑，神都懷疑，同埋我自己相信嚇。我自己係一路一路去安慰自己，攞走佢，同埋神去宣告，神係愛我嘅，我係神好寶貝嘅女兒。即係慢慢就喺嗰度掹出嚟，而家就冇曬嗰個好似執住啊，好似好辛苦要錫嚟執住嘅壓力。同埋當有啲嘅時候又去。用神的話語親近啊，不嬲祈禱，不嬲咩又釋放，即係而家就好一個忙啦，即係成個喜樂啦，喜樂同埋平安咯，啊，即係去親近神啦，透過你嗰個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一至五咧，同埋來呢個神拜啦，我成個人都唔一樣嘅生命啦，同埋禱告方面，你肯定要感受到話我成個即係靈都係釋好。好開心，好平安。好，感謝主啊！即係話咧，我哋親近神啦，同埋咧個信念嘅改變啊，相信神嘅釋放醫治咧，神真係可以釋放我哋嘅。以後咧被囚嘅出監牢嘅意思都係一樣啦，又報告神嘅恩年就係神祝福啦，即係一個恩年，神咧係祝福嘅一年。喺舊約嘅時候，佢嗰個恩年咧，希年咧就係每五十年一年咧，就係嗰啲囚嗰啲啊。啲奴隸咧就可以翻屋企喎，咁咧就同埋咧啲人即係嗰啲屋賣咗俾人咧就可以喺嗰時候攞翻嘅。咁不過佢有個系統嘅，即係譬如佢賣嗰陣時係幾多錢幾多年，去到希年佢就要補翻嘅，要補翻嗰啲錢，跟住咧佢就可以攞翻嗰間屋嘅。咁即係話就係一個年咧，嗰一年咧就係神可以將恩典俾翻我哋。因為咧，有時咧，正因為講到魔鬼會偷竊殺害毀壞，將我哋有啲嘢搶走咗啊！咁咧，我哋可以從魔鬼手中攞翻翻嚟。譬如話破壞咗家庭，或者你講破壞咗家庭，可以逐步重建翻家庭，靠住耶穌重建翻個家庭，或者同人際關係唔好，逐步重建翻呢個恩年咧，就是、一個釋放嘅時候啦。同埋咧，神報仇嘅日子就係話咧就係即係話有啲人對我哋不公平咧，神係會追討嘅。不過希望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得到神嘅祝福，等佢咧唔好俾神去審判，因為俾神審判就好慘嘅。我哋都祈禱佢哋好得到神嘅懲罰，然後咧佢哋會悔改嘅。咁然後咧就安慰一切悲哀嘅人喎。喺呢度講到咧有個字好特別嘅，幾多人可以得到安慰咧？一切喎，哇，係咪好特別啊？一切喎，咁咧就所以有人問我，佢話心靈係咪一定得醫治啊？我話係噶，聖經係話一定可以得醫治，只要我哋肯信靠神嘅恩典，一路親近佢，一親近佢即係覺得平安，同埋改變個思維，用聖經嘅方式思想咧，就可以一定改善。咁雖然唔會一日之間好曬，但係。真係可以一步一步係提升嘅。嗱，咁我想問下呢度中間咧，有幾多個人咧可以用舉手表示啦？你發覺以前有情緒問題，而家你真係嗱，應該咁話啦，即係可能你都係醫咗大部分啦，但係咧你會發覺有都有相當嘅份量係醫好咗嘅，即係有好大好明顯嘅改善嘅。呢度有幾多人係咁嘅情況可以舉手啊？嗱，我哋睇下中間都有好多個咧係。
都有好大嘅情況嘅醫治嘅程度嘅醫治喎。咁所以咧就鼓勵嗰啲新嚟嘅朋友啦。嗱，你睇到哇，咁多個都得醫治喎。嗱，如果有時間可以請佢分享一下，你點樣得醫治啊？點樣以前係點樣煩惱啊？而家咧得到輕省輕鬆啦，咁樣。咁所以呢度聖經講一切，即係話係越嚟越好嘅。咁呢度有冇人係真係好得好緊要啊？即係而家咧，真係都唔～啲煩惱都好少好少嚟揾你嘅，一有揾你都好快處理到。有幾多人有呢個情況啊？哇，都好多個喎、啊，感謝神喎、啊，係咪？咁我哋有時間都可以請大家分享下點樣嗰啲煩惱咧，大部分時間都走咗啦，即係就算有，好快就處理咗啦。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咁啊，似華冠，即係一個華麗冠冕啦。咩情況人會戴冠冕㗎？攞獎啦，係啦，攞獎啦，仲有咩情況會戴冠冕啊？皇帝啦、啊。皇帝啦、啊，皇帝會戴冠冕啦、啊。選舉一啲小姐。係選舉嗰啲世界小姐、香港小姐咧，就戴冠冕啦、啊，咁啊。咁即係話咧，戴冠冕嘅人咧，即係一個好光榮尊榮嘅人啊，即係一個好特別嘅身份喎、啊。嗱，嗰啲咧，然後佢俾嗰啲悲哀嘅人代替灰塵啊，悲哀嘅人咧。通常咧，真係好似喺灰塵之中生活啦，係咪啊？著啲衫又殘舊，個面容又殘舊喎，面色又唔好嘅喎，成個人咧都好似啲肌肉咧冇乜彈性咁樣樣噶。咁咧呢度就講到佢戴華冠，即係成個人咧又唔開心，變咗開心喎，就成為一個榮耀嘅喜樂，又代替悲哀啦。喜樂，啲人想去旅行係想乜嘢啊？開心。不過大家有冇試過搭旅遊車同啲人一齊旅遊啊？喺旅遊車通常啲人講乜嘢㗎？係會點樣啊？時時飛飛啦，係啦，仲有咧？同埋睇風景啊！係啊，會睇風景。但係你發覺佢喺車嗰度講嘢咧，係講啲乜嘢咧？好多時講啲乜嘢咧？係咪即係佢哋真係咁享受咧？我想問下大家。通常都係講，聽到講，講佢嘅家庭啊、仔女啊，或者佢中意嘅嘢。OK， 嗱有啲人就會咁嘅，講一啲開心嘅嘢。但係講到個旅程嘅時候，啲人好多時會講啲乜嘢咧？我記得，仲攰過翻工嘅，仲攰攰過翻工。仲攰過翻工，嗱有啲人就咁講啦，攰過翻工，乜要行咁多㗎？咁多樓梯㗎，仲有啲咩會講啊？好攰啊！起身好好攰啊！起身好早啊！好身好早啊！個導遊咧，有個導遊點啊？好懶。好懶啊！又唔幫我哋啦。去到嗰啲景色又點樣咧？冇嘢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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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係想象中咁靚。食嗰啲嘢咧？唔食。好難食，係啦，點解咁味㗎？點解會咁樣啊？冇乜嘢，冇乜嘢咁樣，即係唔係咁好味啊？咁，發覺聽到嗰啲負面聲音多啲話，哇！真係好啦，真係今次真係好啦，真係哇！好值得啊，好開心啊！哇！真係嚟到心花怒放，好開心，好開心！大家你覺得嚇？我有一次咧，有個旅行團，我係非常之開心。因為一個導遊非常之幽默，佢每講句説話就不停咁笑，不停咁笑。O K， 咁呢個非常好啦，呢個非常好啦。但我而家講到普遍嘅情況啊，你聽到嗰啲人喺旅行之中咧，係埋怨多啊，定係好開心嘅多咧？我見多數瞓覺。多數瞓覺，普遍啊，即係佢哋嗰啲表達出嚟咧，係埋怨啦，定係開心嘅多咧？你發覺？都埋怨嘅，講啲負面嘢。即係如果你咁啱去上嗰團咧，係好多基督徒咧，咁就開心啦。咁但係其實有啲未信主嘅話咧，即係一兩個未信主黑著把火咧，就都好難搞嘅都。OK， 咁即係咧，其實佢俾好多錢喎，想乜嘢咧？開心，結果係得到咩咧？一吐氣未必係咁開心嘅，即係話。人係想得到開心，但未必得到開心嘅。但係咧，原來神呢度話咧，佢可以將喜樂遊俾我哋喎。大家有冇聽過有啲人祈禱可以開心㗎，笑出嚟㗎？有冇聽過呢樣嘢啊？大家聽過啊？真係發生過啊！我亦都為過好多人祈禱，真係開心笑出嚟。我曾經有一個人好
非常強烈的情況啊！佢係因為佢丈夫離世，佢係好傷心嘅，好憂傷嘅。咁咧，我嗰陣時咧就外展啊，就叫嗰啲人嚟學彈琴啊，派啲傳單啊，有啲又補習英文啊，樣樣都有嘅。咁有個人嚟學彈琴喎，跟住我同佢祈禱啊，祈禱開始笑啊！第一次嚟到教堂，第一次就神嘅喜樂就臨到佢身上，即係神咧可以將開心賜俾人。即係俾我哋知道咧，即係神就有一個開心嘅神。我自己都係喎，經歷神好大嘅開心。咁你想唔想神呢種開心嚟到你身上啊？想啊！神真係可以將開心賜俾我哋嘅喎。好啦，咁我哋咧就我哋就睇個經文睇到呢度啦。咁咧就咁我時間關係咧，因為我如果一路講我又會冇時間大家練習。咁我哋都可以講，咁你想唔想啊？有咩方法啊？咁我哋就可以講個方法出嚟。咁這些我所做嘅，即係話咧，喺個過程中，我盡量咧係睇下嗰啲人嘅反應啦，回應佢哋嘅反應，同埋帶佢哋明白聖經。但係咧呢種查經同埋我哋深度查經係唔同嘅，即係我唔會好深度好深度，因為點解咧？嗰啲初信嘅人福音性查經咧，我哋未必係好深度嘅查經。不過咧係都俾佢睇到聖經係有好多嘅應許啊。咁啊咁都可以講下應許喎。嗱，咩叫應許咧？譬如好簡單。我哋會有時一啲愛情故事要聽到啦，嗰、那個男仔同個女仔講你嫁俾我咧，我第日咧就會點愛你啦、照顧你啦、對你好啦咁樣。咁我想問下大家，係咪真係一定會咁樣嘅咧？梗唔係啦，有啲原因，有啲唔係嘅，都有啲係嘅。咁啊，不過咧，好似唔係嗰啲多過係嘅。咁呢個人嘅問題，不過神應承咧就好特別嘅喎。你知喺舊約聖經，神好多預言嘅，好多預言講定將來發生嘅事。神應承咗有冇發生咧？有喎，譬如耶穌要嚟釘十字架啦，釘十字架之後耶路撒冷毀滅啦，跟住一路打仗到底啦，一路應驗喎，就俾我哋睇到神咧係一個佢應承咗嘅嘢一定會應驗嘅神嚟嘅。同埋佢話咧，愛佢嘅人咧就可以開心快活，真係好多人經歷到開心快活嘅，我自己在內同埋經歷到神嘅愛係真係可以經歷嘅。所以神是一個守信的神，他話了一定會賜他的恩典，他應承一定會成就。那這個經文有什麼應許呢？應承什麼呢？你可以看看，給個麥克風大聲說。醫好傷心，醫好傷心的人，對了，還有呢？有恩高，恩高，對了，耶和華高沒我，醫好傷心的人，被掳嘅得释放，被囚嘅出监牢，国度腰怀恩怜，系啦，神嘅恩怜嚟到我哋身上，安慰一切悲哀嘅人喎，全部啊，系咪？即系只要佢哋亲近神咧就可以啦。咁所以咧，圣经有好多应许，咁我哋可以捉实嗱，边个应许你最想有嘅？呢度咁多个，最想有边个？被囚嘅出监牢，系啦，即系捆锁出监牢。大家仲有咩你想最想得到釋放嘅？即係譬如你最想嗰樣啊，最想嗰樣。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問題方式，因為點解我哋就顯示個人最需要乜嘢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可以即係話解釋俾佢聽，點樣可以得到神嘅安慰。